先到湖风景区，位于湖北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。千岛湖原名千岛湖，面积276平方公里，1002个岛镶嵌在 4.6 万亩的水面上，恰似银河星座，不是仙境胜似仙境，享有荆楚第一奇湖之美誉。望仙崖位于千岛湖最东端的南山上，这里有很多网红游玩项目，高空玻璃漂流、玻璃栈道、悬崖秋千、上山魔毯、下山滑道、摇摆桥等。置身崖中，危岩耸壁，水光天色，透过玻璃就能欣赏到潋滟的湖水和高耸的群山，让您俯视千岛，一览众山小。乘坐高空玻璃漂流，让你感受瞬间风驰电掣的下山速度。观音洞位于千岛湖南山湖畔，与大坝隔河相望。观音洞系水自乳石结构，成洞约15000年以前，因洞口有一天然石观音而得名，可惜文革时被毁。洞内有天离行空、鸡子迎宾、神独舞、洞天飞瀑等自然景观，还有保存完好的钟乳石。千岛湖与杭州千岛湖、加拿大千岛湖并称世界三大千岛湖。1002座小山头浮出水面，错落有致的点缀在碧波之中，恰似群星璀璨落入玉盘。湖内碧波万顷，水中仙岛精秀，两岸青山峡雨，山中溶洞幽深，是不可多得的世外桃源。